么是你呀？某些人可真是耐不住寂寞，分手才两天还得来找我吧。谁是来找你的呀？我是来相亲的。一个女人长得跟男人似的，除了我谁要你呀？你好，一个男人长得跟个女人似的。相亲出去请。我来吃饭。欢迎光临白浪漫，用餐里面请。哼，哎，我问一下，那相亲的小伙啥时候来呀？马上就到。我都要看看是哪个男人那么不开眼。哎，兄弟，麻烦问一下，白浪漫怎么走啊？去吃饭呢。好，相个对象。相亲？哦，相亲呢？来，我告诉你怎么走啊。嗯，这条路走到头，哎，左转左转再右转，看到一个转盘绕三圈，然后有个超市。啊，那就到了。哎，那边人多，那打听去。这个人，哎，你这不就是白浪漫吗？我也没说不是呀，不是让你去打听了吗？真有意思。这人什么素质啊？这是服务员啊，来了来了，没水。Wait a moment。哎呀，女孩已经到了，从后面看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呐！哈哈，我先喝点水压一压。嗨，你是赛西施？对呀、啊，我看你分明是赛松狮。拜拜。啊，既然来了，干嘛着急走啊？坐下唠会儿呗。还有什么好唠的？你跟网上的照片差距也太大了。大哥，你不知道有一种化妆技术叫做 PS 吗？嘿、哎，那你自己 P 自己吧。如果你走的话呢，我就把咱俩照片 P 在一起放到网上，让全世界的女人都知道你是我男朋友，让你这辈子都找不着对象。你这个女人也太恶毒了，你要是这么做的话，那我陪你唠一会儿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唠可是行，但是不能谈感情。那我们点菜吧。还点什么菜呀？你觉得我看着你我能吃得下去吗？可是我看着你，我能吃得下去啊。那你自己吃吧。那多没有意思呀。你爱有意思没有意思？哎，我 P 照片了。点菜来了。二位啊，我们店新推出了一款音乐蛋糕，备受欢迎，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我最喜欢吃蛋糕了。音乐蛋糕多少钱？不贵，才800。800？某些男人呢，要觉得自己个儿没有钱，可别带女孩子来这种地方。哎呀，我还真就没听说过这种话。哎，来来来来，800，不用找了。看看人家，哼，这才叫男人。哥，你太大方了。破财免灾吧。蛋糕来了，当当当当。啊？800块钱就这么个玩意儿？嗯哼，音乐搁哪呢？啊，音乐在这了。祝你天天倒霉，祝你越来越黑，祝你缺胳膊少腿儿，祝你开车追尾。我停！我花800块钱，你搁这咒我？我咒你怎么了？我今天我要打你呢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还想打我？今天我先踢死你！哎，你踢谁呀？太爷们儿了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告诉你，他是我前男友。哎呀妈，你还是个组合。亲爱的，我突然间发现离开你的世界我好无助。亲爱的，我突然发现没有你之后我简直没有用武之处。亲爱的，之前是我错了。不是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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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我错了，你哪儿错了呀？对象不能网上找，花钱还得挨一脚。朋友们，网恋有风险，大家需谨慎的。哼！哎，大哥，你800块钱？哎，等等我呀！